天氣轉凍，在旺角的氣温清晨跌到只係得18度左右，外出的市民普遍都著多件外套保暖。天文台話，市區的氣温較尋日低6至7度。今朝早各區的氣温下降至17至18度，普遍比尋日低6至7度嘅。預料未來2-3日，朝早係天氣稍涼，但日間係部分時間有陽光。天文台預測今日多雲，初時有幾陣驟雨，早上天氣較涼，日間雲層逐漸轉薄，最高氣温會回升到23度，並吹清勁北至東北風，離岸間中吹強風。展望未來2-3日，部分時間有陽光，朝早氣温會稍涼。香港寬頻電視記者鄭漢成報導。